大家好，我是演奏二胡的詹丽君。在中国，二胡原本是坐着演奏的乐器，但是我们女子十二乐坊是站着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随着乐曲而舞动。希望今后大家在聆听我们的乐曲的同时，也可以随着我们的音乐而动起来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奏笛子的廖冰曲。接下来我们要演奏的曲子是从专辑《辉煌》里面选出来的《茉莉花》和《蝴蝶》这两首曲子。《茉莉花》是中国相当有名的民歌，也是每个中国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曲子，就像日本的樱花。而蝴蝶描述着则是像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样的凄美而浪漫的爱情故事，请大家继续欣赏。